前三场热身赛，荷兰队取得一胜两负，战绩并不理想。此役面对鱼腩球队北爱尔兰，正是荷兰队为欧洲杯建立信心的机会。果然，身着橙色队服的荷兰队迅速地收获进球。第十一分钟，斯内德开出战术角球之后，左路传中，范佩西后点小角度头球破门，荷兰队1-0领先。这也是范佩西为国家队攻入的第27球，超过了打进26球的斯米特，居国家队的总射手榜第九位。此后，橙衣军团一发不可收拾，进攻火力全开，再度收获5枚进球，最终他们以6-0大获全胜。其中，范佩西全场攻入2球，并且送出了2次助攻，成为荷兰队最强的进攻火力点。